还是可以互相 cover 一下，对，这还不错哎、欸哦，所以是没有那个督察，有督察也是有啦，也是有，但也有督察，所以才是困难，不是强吗？没小，没小，所以大家都当过了吗？嗯，好像没有、欸，我好像没有哎、欸欸，你说找这张地图的话，我没有当过，繁星也没有，对啊，不点吗？稽查。那稽查就一个哦，因为反正这个人胜利嘛。好啊，嗯嗯，啊，反正玩，要选你要当稽查，我选啊，跳不上去，你没点啊？检查，所以我们其他就是选当厨师。哦，要，所以我们就，嗯，我看我是稽查员啊，附近有稽查员、哦，行，有了，来了哦，就是每个人自己做出来就是自己胜利，好、嗯。那就来厮打斗，然后哎呦喂呀，可以互相 cover 啊，哎呦喂呀，获得无敌效果，力量提升，透明人间什么鬼？透明，我没有透明人间，喜欢这个效果吗？嗯，透明人间开始生成，没有生在这，可恶，没有生，没有生，有没有看过《亲眼救吉隆》啊？亲眼救吉隆，我是个凋零哦，小心。我都知道，卢米白，是你看到我，你会吓到，吓我一跳。你在玩躲猫猫？不要，你刚刚都不给我机会。我有给你，我想说你哪有？那是因为我重生。我让你重生那么多次。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哪里有东西？真的都没看到哎、欸。炸虾也要自己去。自己杀、啊欸？没有哎、欸，自己杀炸虾，杀炸虾。哦，得家伙，得家伙，捡到了一颗蛋，有岩浆哎、欸，没有东西。岩浆，烧它。不爆。下一波生成，我可以发现食材一下。好。没有啊，看不到繁星了。没有东西，繁星会隐藏。你怎么没有？没有把露米给抓死？哎呦，我看到亲眼救吉隆 啊！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队长，我快跑！我不要听。被发现了，发现厨师。你干嘛啦？我心脏都跳了。哇，下面，你不是喜欢惊喜吗？惊喜！你让我收惊啊 ！Surprise！ 什么鬼？什么啦？收到惊吓！猫咪！你要看谁先？猫咪，捡到了吗？有了，我帮你捡到它了。Surprise！、欸、你不要再来，队长！不是，哈基带我来的。屁耶、欸，关我屁事！我追着你就看到他，我就看到他了啊！他就屁股对着外面，然后我就，哎呦，汉吉吓死了！汉吉，我要你给我牛排，一批新的食材产生了，没看到哎、欸，你看你们食物有没有食物？我没有，我只有虾子，都没什么东西哎、欸，好可怜哦我，没有，这是个人战，可以吃的东西，这是个人战的东西，你们不可以这样，没有，我一个人活着是希望啊，大家，蜜汁给他。有没有食物？团长，你有食物？等一下，我有一块肉肉。你在哪里啊？我有。我在你后面，团长。我吐了。我在最旁边。我需要一点食物，露米。给你，一人一块，一人一块。哎呦，不玩！怎么门会自己关起来啊？我关门了。不是，就是你关门啊，好绝望哦！没事，不是，就是门关起来，我看到门自己关起来的。为什么我走到哪你都看得到我？有没有要多的菜？我要菜跟蛋，谁有菜跟蛋？我靠，蛋一个食材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拿到的都是叠加物，都是加速药水，就是负责要跑的。对，有没有新的菜？不是。
我没有人要菜菜。我缺一个菜我就可以了。不要走，繁星，赶快找一个人来陪我。他吃金苹果了，他吃金苹果了，他吃金苹果了。二弟，你有没有菜？我有面粉。不，回来，小杰克回来。给你个面粉，好了，给你个面粉。小杰克，我需要伙伴，听到没有？杰克来陪我啊！不要，杰克，我好孤单啊。阿吉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找人来陪你玩。我想一下，哎呀，有没有人多的菜？会这么多啊？厉害吧？我刚刚说有没有看过《青眼救急龙》哎？哎呦哎呦，还缺菜，缺菜，知道啊？哇，我放陷阱呢、哎！我要猜。哎、他救我！为什么在这里啦？哦，你好烦。我在吃，快快快！有虾跟蛋吗？我要发现厨师，那里还有菜，真失落。为什么都没东西？二零好玩吗？二零？哎，啊，我有多蛋，我有多蛋，多一个蛋。上船啊！可惜有没有多的菜？没有多的菜。你刚上到后面就好像。我刚想上啊，二零，好像有点怕啊！哇，有朋友的感觉真是好，感谢，传，哦，好烦哦，怎么放这边的啦？哇，你这陷阱超坏，一定中，繁星不要啦，真的，怎么了啦？玩一下，真的不要啦，你只给他。还没有人获胜哦！鸡蛋跟虾子，有鸡蛋跟虾子。啦！得到了，我也得到了，天啊！你得到了，我觉得你得到了。帮鬼得到了，不要了，得到了。游泳，1.14，1.14，不是这里，我的嘴毛，我猴子来了啦！有没有？怎么去外面的？我在地图外啊！你怎么过去的？跑出去了。猫咪带我来的。他过去就算了，你怎么过去的？我要追他！哎，缺一个菜。哇！缺虾。杰克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我走了。哦。那里有屏障是不是？有多的菜？没有，他没屏障，他没有挡。没有。啊！你走了。小团团，你怎么在这里呀、啊？白痴啊！你们跑去哪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继续跑，可以跑到花村。有吓我，吓到了。前面那里就是花村。你们在干嘛？花村，说不定花村的食材可以拿到。直接去别的村庄拿了、欸，要想办法找进去。他不是有屏障，想办法跳进去吧。我觉得他应该可以。有啦，他自己跳进去了啦，他跳进去了。那你会生食材吗？有鸡蛋吗？鸡蛋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也是有盔甲做了，只不知道会不会生就是了。看一下，说实在，我可以。我以为我们玩的是威尼斯小镇啊，原来是花村啊，花村哦。哦，你可以结束了、哦。我哎呀、欸，他缺什么？我缺糖。我、欸哦、没有，没多。我酱没有。杰克，你有鸡蛋吗？我们已经去其他地方了。你想要的杰克的东西的话，要到花村去。他们在花村呐、啊。我们在贸易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走了。跑去异国地方。哇！做出招架了，没食材啊。这里没有，这里没食材才是正常的、啊。那有食材就怪怪的了。这里有那个巴士，有巴士，看你要搭巴士，要不要搭回去？白痴哎！就对面那一间，后面有恐龙哎、欸。对，阿进，你要回来吗？哎、欸，还是没有菜啊！我要菜。你看那个随机食材，看有没有几率吧。你是不是？我刚刚看你卡在路上不走。有哈，怎么了？你随机死的，随机到了，有用到，拿完了。哇！我缺一个菜，太扯了，一切游戏啊！哎、欸，哇，你还可以吃生菜啊？我缺，我肚子饿嘛。
我缺菜缺很久啊。啊哈，菜他那个时间到了，那个随机食材，然后自己放在副手，你可以直接看到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做出来做出来，没有他随便摆都可以，随便摆都可以。哪里有工作台呢？我还缺一个菜。看来这游戏要怎么玩？走到花村，想办法走到花村就真的。可是花村可不进去啊。各种意义上的不明，三小，甚至你还可以找到那个他可能还在制作的地图。对啊，影月缺菜啊，那边又找不到菜啊，找不到工作台啊，我菜找很久啊，我很早之前就缺菜啦，工作台在外面啊，中间外面看看呢。对啊，外面有啊，外面有啊，或者到那个、啊、花生也很多啊，花你可以想办法走去花生。你干嘛把附魔金币丢掉？把附魔金币给我丢掉啊！我看谁要啊？哎，谁要？哇，好暖心哦！有人要菜吗？啊，我要！我身上好三个菜，对，要菜的来找你，要菜的来找你，你在哪里？哇，我头上有坏人。不是你头上，你屁屁啊！我缺菜啊！啊，那边游泳啊！害怕，哇，又找到你了！多米，丢一个菜给我！他后面有人呢、啊！他定住，他定住，他定住，他现在没来，他现在没来！这里，我来啦！选一个是不是？选一个啦，二选一之间。看来他选择了，嗯。不是我放什么东西啊？耶，怎么是走这里啊？你放牛排哦。我放了蛋，那个奇怪的蛋。耶、欸！我没有做出来。哎呦！要快哦！哎呦，要快哦！哎呦！农民，农民，农民行不行？农民行不行？农民不行，再加入！呀！啊！哎，我东西差不多哎。沈月，没有，有了，哦、有了。感谢露米最后的生菜。你看，三个获胜之中，有两个是跑到 bug 去、啊。我看到哈基跳出去，我就跟着跳出去。我在追猫，追，嗯，猫，嗯，哎、欸，出去了，白痴、欸。我身上可以做出三个虾虾、欸，哎，哇，夸张了吧？哇哦！你们那边算是跑酷出去的吗？跑酷啊！也不算跑酷吧，但是没有跑酷，蛮好走出去的，蛮好走出去，直接走出去了，哇！对啊，我刚刚是断线了，我被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在哪里？你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啊，然后自己切，对啊，在这里，在哪里啊？可以帮他进 TP 帮，哎呦，这里啊，你看哪里？跳槽跳上来，出去喽！哇！哦，它上面没有屏障，是不是？对，猫带我来的 ，Google 小恐龙，哎，它在追猫跳出去，跳出去之后你往哪边跑啊？那就往前啊，往前就花村，隔壁就花村，前面就花村啊，对啊，这个超容易走的，而且还可以从花村里过来，看到西瓜的地方，左边是另外一张地图吗？你走恐龙吗？全部看完了。想去哪就去哪，那花村也会生东西出来啊？不会，没有，他们是那个时间到会有那个哦，食材包，嗯，哇哦，觉得神奇，真的，这地图玩坏啦，莫名其妙被玩，真的，地图都被我们玩坏啊！天哪。重点是找到 bug 了，这一次不是我们，是猫咪。对，是猫帮忙找的。猫帮忙找的。猫咪好猛啊！以后想要看这地图有没有 bug， 有没有招几只猫，让它跑就好了，给它乱跑一下，看它有没有跳错。八七八七。好了，休息了，休息喽。太八七了，破亚麻包喽。休息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最后没有杀光，没关系，有杀到很多人。哎，声音不对，没关系，最后我们有杀到很多人。
好啦，感谢今天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拜啦拜啦，啊，按到 premium 了。